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业的 Cindy， 今天会带大家来看星汇居的一个高层三房套单位廉署密室的。这个单位的实用面积是730尺，一入屋的右手边就是厨房。看到厨房非常宽敞，可以容纳一家大小入来一起煮东西。客饭厅分明，业主做了假天花，令到个厅看落去没那么单调。我们入房看看先。走廊右手边第一道门是储物室，客厕都洁得非常之干净和距离。房间都非常市正，这个是套房的洗手间，两个洗手间都是名次。主人房咧就比较宽敞，同埋咧佢有多个对流窗，喺呢度望出去咧都系好开扬嘅景观。原来呢间房咧总共加埋有4只可以开到嘅窗。我哋出露台望埋个景，呢个露台都好大，可以咧攞嚟种下花、晾下衫。好啦，今日就睇住咁多先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，欢迎你哋联络我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